那是罕见老照片，第一张郭婉莹高贵优雅，最后一张实属罕见。郭婉莹，民国有名的名媛，罗氏家族的四小姐，上海滩最耀眼的明珠。富有的时候，她能脱俗的像一朵出水芙蓉，令人惊艳；贫穷的时候，她又像一朵开放的沙漠里的玫瑰，令人折服。1916年，俄罗斯尼古拉二世皇帝和阿纳斯塔西亚公爵小姐的罕见合影，家人抽烟的瞬间成为了焦点。摩纳哥王妃格蕾斯佐和英国王妃戴安娜的罕见合影，两位清室王妃皆死于车祸。倪诗蓓和张国荣的罕见合影，倪诗蓓是媒体唯一公认过的张国荣的正牌女友，二人被视为金童玉女，后来这段恋情被画上了休止符。87版《红楼梦》贾宝玉等人的剧照，这张照片极为珍贵，宝二爷这神情极为的亮眼。1956年，猫王正在舞台后场休息，显然极为的疲劳，蹲下来缓缓，旁边有一人正亲切的问候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